喜欢你就有多难受。遇到喜欢吃的东西可以吃到撑的难受，遇到喜欢的电影可以通宵看到眼睛酸痛。可即使这样，下次见到喜欢的食物好看的电影还是不能自控。喜欢的人也是这样，没有节制的喜欢一次之后，也还是想要再冲动一次。你之所以会觉得难受，大概是因为你投入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，最后却没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那种一瞬间被失落灌满的样子，让你感到不值。其实你的名字是我世界上最喜欢的三个字，我一直在搜索栏里打你的名字，然后就删了。我一点也不想了解你的一切情况，因为我想到你所有生活没有我就很难过。最难过的是我记性不好，突然想不起别人的名字，那种时候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名字就是你的名字。不小心念出你的名字的时候会紧张的想哭。难过不是你和别人好，是看到别人那么容易就可以代替我的存在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人可以想你，对你来说，每个人都可以是我。一笑而过，不惜烟愁，穷极一生，钟情一人。这里是 FM 137607，感谢收听。